我每天都来，脚痛不理他了，反正做一天赚一天。来，请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来，我们这边请坐。来，喝水。他是江干，新北市三重静思堂作为接种站以来，每天都看得见他饮血身影，但看不见的是每一步其实痛如刀割。医生说我有一点骨头有一点裂，当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担心我的脚能不能穿鞋子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固定器拿起来，然后用那个贴布啊，把那个脚趾头啊全部把它包在一起。右脚淤青肿胀，医师说至少要休养4个星期，但怎么阻止得了志工们想服务人群的心？来，跟你们祝福平安，谢谢。你们两个来一起打吗？不会想那多，人叫咱来，咱就较紧来啊。快乐，当有人服务，快乐，幸福。一一关怀民众需求，这些微小而明亮的力量汇聚，要和医护站在一起，守护社区健康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林秋玉台北报道。